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这里发现一个洞，看，哦哟，看见没有？哦，明显有爬过的痕迹，看。定有野货的，咦，水在动了，看见没有？看，水在动了，这边水在动了，看见没有？看，这家伙肯定在里面呢。刚刚的话，水都在动了。哎呦，出来了！看，咦，哎呦，屁，看，好生猛呀，看见没有？哦，黄青青的野生黄鳝，看，嚯，这家伙，我就说有货吧，看见没有？黄青青的呀，看一下颜色多好呀，野生的黄鳝就是颜色好，看见没有，纯金黄的，哦，黄的太厉害了，这黄鳝看见没有，看活蹦乱跳的，再继续挖一下应该还会有吧，吓我一跳，刚刚果然还有里面还有，刚刚摸到的，没有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还有一条泥鳅，一下跑出来吓我一跳呀！真的是，看，又抓到一条泥鳅，呀，这个洞里面东西真多呀！这边还有，看，还有一条，两条了，两条泥鳅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？还有一只龙虾，看，太小了，看，还抓到一只小龙虾，这里面东西真多呀，这个洞里面。还有一条，哦哟，太小了，看，哦，一条黄鳝仔，看见没有？蚯蚓一般大小的黄鳝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黄鳝仔仔，看见没有？不仔细看的话，还以为是蚂蟥呀，看见没有？太小了，我们洗干净看一下吧。这小黄鳝，我们给它洗一下吧。太小了，还有一条龙虾，看，一只小龙虾，一只小黄鳝都被挖到了，还有两条泥鳅，一条黄鳝，哦，这个洞里面的东西真多呀，惊喜一个接一个，看，这黄鳝和小黄鳝和龙虾的话，给它放生吧，太小了，我们就不要管它了，放生吧，放回水里吧，给它，啊，太像蚯蚓了，小的可怜。泥鳅的话可以大一点，比较拿回去养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是小刚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